是第一次見到 Super Moment，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他們的歌，我很喜歡他們的忘記了歌名，但是我記得有一首歌我很喜歡，然後我今天他們在我們化妝室的旁邊，所以見到他們的時候都很激動，都想著跟他們拍照，希望可以有機會。我呢，其實 我今天其實我都因為我想我們來到紅館表演都不是第一次啦，咁我哋都知道後台咧同埋後面咧係冇信號嘅，尤其是係入咗化妝間啦，所以我咧就會走出嚟走廊，因為走廊有少少信號可以收到，咁我就會見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前輩經過。咁當其實我已經講唔到，因為已經有好多好多前輩經過，所以就係咯，其實見到佢哋即係已經好近距離見到佢哋就已經好開心噶啦，咁希望。係咯，都向可以向一啲嘅前輩學習。首歌叫做《說再見了吧》。告別要瑣瑣瑣瑣。